一号场地继续第五组男子公开组四十二式太极拳，一号赖家权研究会张元，二号中宁体育会马思阳，三号中艺太极会欧阳宇豪进场。 四号运动员林少平嘅得分系8.17分。 六号欧丽常嘅得分系7.89分。
七號劉燕平的裁判評分，一號裁判7.95，二號8.04，三號8.22，四號8.05，五號8.08，六號8.02，裁判長8.05分。八號鬱華嘅裁判評分，一號裁判7.9，二號7.95，三號7.68，四號7.9，五號7.88，六號7.83，裁判長7.92分。繼續係請出九號運動員嚟自中寧體育會嘅陳建恆。以及十號中藝太極會的歐佩芝上場，第三組準備。馬思揚裁判評分，一號8.61，二號8.55，三號8.55，四號8.48，五號8.38，六號8.4，裁判長8.45。